大家好，我是第六组的刘雨欣。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 OK， 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安妮，我是印尼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尹丹初，我是印尼人。安妮，你暑假有什么计划吗？我将在暑假忙着为毕业做准备，我必须确保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论文。现在论文还没完成，我不能毕业。当论文完成，我毕业，在那做我必须处理我的毕业证书。我想我会在宿舍待一会儿才回家。但是你暑假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打算有去海边玩。我听说台湾的海边很美。我朋友和我说了有关鹿岛的事，他已经去那边两次了。可是他又跟我说鹿岛离家里很远，又很贵。他建议我租了一个更漂亮、花费又不高的海边。他建议去垦丁或是安平湾。他也建议我租了可以游泳的海边。所以你打算去垦丁吗？我觉得我想去垦丁玩。垦丁，我觉得就肯定比鹿岛好。安平，离我们学校最近，但是我已经住过了，所以我想就肯定玩。因为我没有住过。你要去哪里？才会与你之间。我想拜访我在淡水的寄宿家庭。我有一些纪念品，我打算拿到我的寄宿家庭送给他们。也许我会和他们住附近旅行，虽然会非常难过。但在离开台湾之前，我需要和他们说再见。但是你知道要怎么去垦丁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去垦丁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手机看地图，所以我不会迷路。那你要跟谁一起去呢？我可能有跟台湾的朋友一起去，而且我可能有跟印尼的朋友一起去。但是如果他们都没办法去的话，我可以一个人去。你呢？在离开台湾之前，我想跟我的印尼朋友去旅行。而且我还想跟我的寄宿家庭去旅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